这个冬笋可以啊，我就在这根毛竹这里挖的，大家看一下这里，这边的毛竹小年了，很黄吧？看到没有？就是我挖的这一根，你看都就是一点点的那个茂盛，都是旁边都是很黄的毛竹，你看一下，还能挖出冬笋呢，而且还能挖出这么大的那个。起码有7到8两。他们都不挖，因为这边的竹子就是小年的。那边看一下，他们都不挖，我过来这边捡漏了。都是猎豹啊，看到没有？别人都不挖，小岩竹啊，够黄吧？这些竹子都是黄的。个头不小啊，都有6、7两。看到没有？这地方挖的东西就是过瘾了，个个都是那么大。都是这种很有肉，你看很圆润的这个冬笋呢。今天就是在这边小岩毛竹这里，就是我一个人挖，从来没有人来挖过。你看一下这身旁这边都是没有挖烂的，而且刚来的时候我也给大家看过，这里就是小岩的毛竹，就是有一点点的带绿啊。然后我今天在这里挖的这个东西呢，都是非常的标准的，都是6、7两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大一点，应该有接近差不多2斤了。然后这一些，今天在这边挖的比较过瘾一点了，没想到这种毛竹还能挖出这样的精品啊！如果大家喜欢挖冬笋的话，记得
帮我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出去啊！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